选吧，选吧，什么都一样，生死不一样。不觉得一片漆黑的世界很干净吗？你说没尝过味道的人应该不能算是在这世间活过吧。做生意就像闯迷魂阵，周围的声音熙熙攘攘，别用耳朵去听，听自己的心。身份又不是我自己能选的，害怕会伤到身边的人的话，我再努力的去控制不就好了？这里就是那个该死的无相门了吗？好气啊，可好像是头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发火。别怕，我与黑暗也算是老相识了，抓住我的手，我带你出去。你自己命里没有的东西就要去夺，夺来了就是你的了，抢走人的一个感官很过分吗？只要你选吧，只要你什么都一样，生死不一样。算了，同你这样的家伙何必多费口舌呢？这一招终归是我胜了半步，不管选哪个都是错的，不是吗？我们做厨子的都知道一件事，水入沸油可是会爆的哦。